画面中可以看到多名员警围着一名男子，丝毫不敢松懈，因为他骑的车车主是一名涉嫌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的通缉犯，因此员警发现之后这才赶紧通知支援的警力到场协助帮忙，就怕人给逃了，只是盘查过后却意外逮到的是一名失联移工。现在你看当时的情形。你是哪里人？车子是谁的？摩托车没有，你是不是逃的？你车子有问题，你不知道。只见男子一头雾水，似乎完全不知情。事发在25号下午3点多，高雄三民区远警巡逻行经顶墙街的时候，发现这名男子行迹可疑，查询车牌竟然是一名通缉犯，但上前盘查后发现原来他是越南籍失联了半年的软型移工，而这车子呢是他跟同乡朋友的朋友借来的。事后男子还是被依法送办。